不公平，一点都不公平。我是受害者，还跑过来教训我。当时那场景我能说什么呀？我说什么能解决宋军压境的局面？说什么我因为赌气？混账，天底下最坏的混账。行了，你别生气了，人都走了，你骂他也听不见。消消气，消消气啊。七月，我们出去。啊？去哪儿？反正比留下反省强。